三個中產黨，今日我哋講呢個話題咧，就真係夠曬貼地啦，同我哋中產可能冇乜關係。就係由連登一個 post 開始講起嘅。咁佢就話咩咧？佢話喂，而家啲年青人其實可能都呢啲説話可能都係中產講喎。諗諗下，咁啊有個人留言啦，唔知係咩社會階級啦。咁啊就話依家啲僆仔啊，成日話買唔到樓唔捱得，有冇搞錯啊？舉個例啊，而家你喺淡仔做呢一個嘅阿姐。咁你都有萬五蚊一個月啦，咁你做翻阿姐個位，咁你一個月當你 cash 卡使埋一萬蚊一個月夠多啦啩，咁你仲有五千蚊儲喎，五千蚊儲一年咪儲到六萬咯。如果你係兩公婆一齊做啊，咁咪可以儲到啊十二萬咯，十二萬發達咯。佢哋原本個講法就係四年就已經可以儲到四十八萬啦，夠買呢一個嘅即係俾樓買首期啦。嗱、我當然啦，四十八萬而家夠唔夠錢俾首期咧？真係問誰？因為除非你買間劏房住啦，否則咧你要即係就算首置而家都好似要兩成首期，咁你兩成首期咁咪其實只可以買到間即係二百幾萬嘅樓咯。咁而家香港都冇咩二百幾萬咯。好啦，咁啊問啲，我哋俾夠你，豪俾佢五年儲到六十萬。喂，六十萬啊！咁你都買到層三百萬嘅劏房住啦，點會上唔到樓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淡仔嘅奮鬥記，咁亦都係去嘲諷啲香港嘅年青人。你哋就唔好話儲唔到錢，向上流唔到啦。只需要你肯做淡仔阿姐咧，你花幾年時間一樣係買到樓。我諗就算揾皮半嘢都唔可以叫做向上流啩。即係如果買樓嘅問題，最多你話哦買到樓都唔可以叫上。買到樓上流嘅依家香港，喂，依家所有嘅人都會覺得有樓就贏家嚟噶嘛。咁你依家儲到五年儲到錢上到樓，就唔好講俾我聽你係上唔到樓。我聽呢個故仔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就話。唔止添啊，即係仲有啲著數嘅冇講。因為十五歲你就應該畢業了。係啊，因為你唔使讀大學啊嘛，做淡仔嘅話，我讀中四，中四畢業，人哋大學都未畢業，你已經上咗。我不但只比人早一步出嚟做淡仔，出嚟賺嗰萬五蚊，我仲慳翻啲學費。一來一回又唔使還關，又唔使還關咯。咁你即係話，你即係話，咁會儲到好多錢。咁你即係話有，即係你如果你廿二歲十五歲，即係有七年啦。你七年仲可以儲到七十二萬添。係啦，即係你相比個大學生結咗婚喎，不過係佢真係讀埋又中六又中七，可能仲要諗一諗。跟住哇，你來來回回爭喂七年，仲有可能做咗升級啊，唔止初級阿姐，可能做咗高級淡仔阿姐。係啊，我都唔計你喎，做淡仔會加人工啊，又剩又上市又剩，會分紅俾你。咁你。佢已經做了幾年淡仔，做五六年淡仔了可以係咪先？你仲要拋低你的自尊呢大學畢業點做淡仔啊？係啊，想做都做唔到。你心情都開心啲啦。嗱，跟住快樂仲要彌補埋。跟住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好細個嘅時候，咁咧覺得咧嗰啲人咧點解咧，即係咧我哋對頭好威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喂，咦嗰陣時我即係其實 long before 細個嘅時候，到一九六幾年嘅時候，甚至係一九六幾年一七個年嘅時候。已經係喺加拿大啊！我哋覺得好奇怪，點解加拿大咧？大學畢業佢做麥當勞啊，成日有啲咁嘅新聞嘅，成日都有啲新聞。當時咧，只不過喺香港過咗幾十年之後先發生啫嘛。呢樣嘢其實好平常嘅喎，唔係一件好唔正常嘅事嚟嘅喎。只不過香港好似或者全地球咧咁啊，即係菲律賓咁。喂，嗰班大學畢業咪有做賓妹咯？嗰博士嚟嘅添啊，咪屋企嚟我哋個屋企做賓妹咯。一個八零年代先有賓妹啦，係嘛？咪好多博士走過嚟做咯，啱唔啱啊？其實點解你要讀咩？讀大學從來都係 negative return 嘅。如果你係叻嘅人嚟講，係嘛？所以咧，你諗下以前我細個嘅時候讀。讀大學，喂，咁啊中學畢業出嚟啊，去做地產經紀啊，發咗達啦，你仲大學生噶啦？咁呢度我要質疑你，唔係喎，我記得我睇過好多嗰啲所謂學術研究咧，都係話咧，我行家咁做嘅。大學畢業或者受過高等教育，係對呢一個社會增值，對自己嗰個財富都有增值嘅喎。咁你咁講，咪推翻曬呢啲講法 ？OK 嗱，咁呢個就咁。呢個咧就係咧成日嗰啲咧嗰啲學棍啊，呃個政府就話咧，喂讀大學畢業咧，就好多大學咧就會對經濟增長有影響嘅，咁好啲啊。咁其實咧，嗱香港以前咧大學唔係即係成亞洲區大學畢業率最高嘅咧就係菲律賓，
即係1950年嘅時候，咁你知道菲律賓係點嘅啦。咁而家咧香港嘅經濟咧，你同台灣比咧，台灣大學比率接近100-92咁樣，咁香港就20幾到而家都係20。台灣大學都要殺校啊！依家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學畢業咧係對咧。是經濟是完全沒有，譬如你德國啊、瑞士啊那些 technical school 來的，不做大學的，但是那些的經濟就會好的，放在大學多的一定稅，我是這麼說。但是呢他們做的研究呢是找 Q 你笨的，是只有政府這些蠢 L 才會相信的。我持反對意見，我說完了，我有個業界。我說完了，因為呢，但我仍然是講讀大學，因為呢，讀大學的人，他的 research 就是讀大學的人的平均收入是高過沒有讀的大學，但是這個是講一個糖水滾糖魚的 effect， 即是說如果你是糖水滾糖魚的情況之下，那你讀過大學的平均收入就高過沒有讀大學的平均收入，那並不代表你如果從整個數三十條來講，讀過大學的整個平均 GDP 高過沒有讀過大學少的平均 GDP 的嘛，那那個是兩件事。即是你說好像追名牌一樣，即大家都追名牌，我要買個貴100,000的表，我要20,000，只不過是平均相對我好過你，是的，但是對整體冇咁嘅睇法。冇錯，加多一句，又有啲經濟學者講啊，喂，而家嗰啲樓宇增值得咁快啊，嗰啲阿爸阿媽俾錢去叫嗰個公嘅仔咧讀大學，不如買層樓俾佢，絕對係賺得買一層樓啊，咁啊升值咪仲賺得多。絕對係問題就係、是、即問題係咩年代？如果你係即係喺2000年到到2009年或者2010年嘅時候，呢十年就絕對係，絕對有噶。但你唔知道你喺邊一個年代，喺某一啲年代嘅時候讀咗大學都有少少優勢嘅。咁啊 ，Kelvin， 學術研究咧就係咁樣嘅。學術研究做咗百幾年嘅數據研究咧，買樓嘅 return 咧就係同買股票差唔多，都係7%度，即係實質回報啊，扣除咗通脹之後。咁你識炒股，你梗係叻啲啦。咁但係一般嚟講，亂咁買嘅話，咪7%到咯。咁但係學術研究話又係話，如果係投資多一年去，即係個讀大學或者個回報係幾多咧，就10%。即係一般嚟講，學術界嘅人就覺得係投資喺讀書係就咁樣。係你如果咧，如果你連嗰百幾年咧，我唔反對呢個事實。因為以前嘅話咧，讀大學個 return 會更高添。但係我只係講喺近呢20-30年度。近依20-30年讀大學的 return 有幾多咧？咁我就因為呢個係呢、這個就我唔係好敢好肯定啦。即係如果以前嘅話，喂，以前嘅話成個 population 得緊可能係得幾個 percent 就讀大學，讀大學肯定有著數。即係以前嘅話讀書係肯定有著數嘅，但係問題到咗好後期嘅時候，咁我就唔敢包啦。金錢上係一個啦，但另外一樣嘢冇講到嘅，但嗱嗰個例子講到話嘅兩公婆真係做淡仔啊嘛，咁啊兩公婆真係做淡仔冇乜所謂嘅，讀大學另外一個。回報就係喺大學度識到女仔，又或者你將來唔係㗎，你喺淡仔都可以識到女㗎。咪就係識翻淡仔啲女咯，咪就係嗰啲冇咩淡仔啲女，你咁咪歧視淡仔啲女啊？魚蛋妹你啊歧視，唔係嗰啲叫米線妹，你啊歧視米線妹係咪啊？不過我啊真係見過淡仔啲阿姐冇結婚㗎啦，應該個個誒咁講一個始終有社會有階層啊嘛，即係你我大學畢業嘅，咁你譬如話係一個做淡仔嘅，即係識女仔出到會唔會難啲咧？你而家大學畢業嘅話，做份文職嘅，會唔會識女仔會容易啲咧？嗱，如果純從女嚟講啦，你覺得？如果佢成日都要淡仔洗碗對口，手係鞋啲嘅，咁我所以就真係覺得係比較，即係真係會浸到粗啲嘅。咁所以係即係純從呢個角度嚟講咧，你會做啲高，你可以因為你讀完大學，你可以有好多選擇，你仍然可以做地盤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冇讀過大學嘅話咧，你只能夠做地盤。唔係又要咁講，如果啲女係有啲知識嘅，咁佢就唔會做淡仔啦，又更加多符合佢。知識嗰個 level 嘅人去做啦，但如果你做淡仔阿叔咧，你就只能夠識淡仔嘅女，呢個都係我哋嘅 spectrum 大啲，係啦，你可以出嗱，你如果讀大學嘅人，大學畢業，你可以識到啲大學畢業生，亦都係溝到米線妹，啱唔啱？係嘛？咁所以其實讀大學畢業生咧，就係嗰個成個 spectrum 大啲嘅，咁有呢個隱性嘅回報咯。係，其實係嘅。我講講我嘅睇法啦。嗱，首先第一樣嘢啦，呢啲其實就係事後孔明嚟嘅。你試下沙士嗰陣啦，會唔會有人同你講啊？買樓讀大學畢業買樓啦，買樓咪發達咯。即係你而家就揾一樣升值咗好多嘅嘢，然後就去講，喂，你當日就應該買樓，就唔應該讀書。個老豆老母就應該俾錢去買樓，而唔應該俾錢你去讀書。喂，咁呢樣套用任何嘢都得㗎。喂，如果你啊嗰日買騰訊啊，唔係拎咗我啲學費買騰訊啊，我依家唔使讀書啦。即係呢個咧係一啲好低質，係經濟學唔合格嘅一種推論嚟嘅。我唔明點解會有呢啲所謂經濟學者會去講呢樣嘢啦。開名，下次開名。係啊，咁啊，當然啦，第二樣除咗風險之外咧。
就算大學點差都好啦，佢嗰個回報都係正嘅。即係我成日都講，讀書冇蝕底嘅，因為讀書你點都係更新噶嘛，個頭啊，你學過嘅嘢點都係會留喺你度噶嘛。好啦，就算佢唔值錢都，佢都係零。喂，但係樓係可以負資產嘅，即係呢個先係最大。除非佢敷皮啦，咁你敷皮其實都係你要儲多好多年。係啊，你要儲多好多年啦，就唔係嗰個情況去做啦。好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讀書係帶俾你好多快樂噶嘛。喂，你做淡仔，當然我不排除有人做淡仔可以有很多的快樂，但是我在我角度來說，我一生人最快樂的回憶就是大學咯。這個回憶是不會在淡仔給到我，可能淡仔會給到另外一些回憶我，但是不會給到這一我又有少少反建議或者是坑啦，叫人嗱，我哋三個都絕對，我兩個都應該絕對同意你，因為大家大學生好開心啊，我哋個揾食嘅工具啊，即係唔係純粹用錢可以衡量嘅。嗱，我除了讀大學，我哋嘅知識係幫到我哋揾錢之外，我哋又開心。咁我哋呢啲讀書又好適合嘅。但香港咧就真係有啲讀屎片嘅人，佢係純粹係讀屎片嘅啫，但係唔知做乜鬼嘅。咁嗰啲又係讀完個鹹頭翻嚟又揾唔到，因為佢都唔係真正認識認即係中意學問，真正中意讀書。咁佢又用唔到佢學到嘅，因為學唔到嘛，用唔到佢喺大學應該學到嘅知識去揾錢。嗰頭佢又會即係其實嗰啲人真係去炒樓或者做個爛攤就啱嘅嗰啲，有啲人係咁樣㗎，即係呢個係。因人而異嘅，唔係呢個我都阿斌我講阿周建大。O、okay, K， 其實即係咁講，我唔係即係我哋當然唔係反，我唔係特別反對讀書啦。即係我覺得睇書係一個好大嘅享受，或者一個至少你一個行走啫。就算你係一個好低俗品味嘅、你都會好 appreciate 一個比較高級品味嘅，即係你永遠都 appreciate 一個讀書人。但係嗰個讀書帶俾你嘅快感，嗰種快感係高級過你去唱 K 啊，高級過你去我唔敢啊，高級高級過好多嘢。咁即係，但問題就係、是你唔應該將讀書同埋嗰個揾錢去 correlate， 我覺得會比較好少少。即係我識得好多朋友，我識得有個上市公司主席朋友，佢就走咗去，都走咗去讀哲學，走咗去讀哲學，唔係歷史碩士，走咗歷史碩士。我哋有個共同朋友阿梅偉森，佢都走咗去讀哲學碩士。即係大家覺得嗰樣嘢係讀書嗰樣嘢係點解你要讀書嚟揾錢咧？即係就算唔揾錢，我哋都會讀書噶嘛。即係就算嗰樣嘢同我哋嘅專業無關嘅時候，我哋都會讀書噶嘛。即係嗰樣嘢呢個係大家出嚟，我覺得好可悲嘅地方咯。點解你讀書要？即係淨係用錢嚟衡量咯，係。咁但係我都要最後講啦。咁依家當然讀書係唔著數，我係同阿 Kelvin 講嘅，就係個 signaling 係冇咁強，因為你越普及咧，你越難去分到。係啊，個個都係分唔到。因為以前好簡單啊，讀大學就係得好少人咁，就係最叻嘅人先讀大學咯。係啊。咁但係而家個個都或者好多人可以讀到大學，嗰個顯著度唔大，但都要始終講一樣嘢咯。你大學揾唔到，讀完大學揾唔到錢，就唔代表所有人讀完大學都揾到錢。總有啲人讀完大學係可以揾更加多錢，只不過嗰個唔係你。但係有啲人最後嗰份，但係嗰啲人可能你唔讀大揾更多啊嘛。唔係，我亦都調翻轉講，有啲人你讀唔讀大學，你都係揾唔到錢啊。呢個先係重點。OK， 我下次再講其他話題。